好，大家好啊，现在是2月14号情人节，情人节的下了一场雪，还挺浪漫的，这么一说，哎呀，我没人陪，我就自己去吃个火锅好了。给你们强力安利一下，这个酸梅汤加上柠檬片真的特别好喝，这两天天天在家玩游戏，玩得我头昏眼花的。先来碗番茄牛肉汤，温暖一下我孤独的内心。来一下炸鲜奶。哇，牛肉那鲜奶真的是软乎乎的，特别喜欢。开始大口炫肉了。真的是好喜欢吃羊肉啊，来一点小片，刚下锅就直接吃这种特别嘎嘣脆，好大，怎么能少了这个重要的环节，脱骨鸭掌呢？锅满酱的太诱惑了，看着，最后来上一碗料满满的拌面，太幸福了，真的是爱了爱了。吃完饭准备回家睡大觉去了，但是我现在好像有点打不到车了啊，祝我能好运打到车吧，今天也是快乐一天，拜拜。